美女炒菜摊，还是那句话，起锅烧肉，葱花爆香，土豆丝入锅，大街上面美女炒菜的少呀。这边是佐料，大街上边炒菜都特别快，这个菜入锅也就是有十秒了。再搁上一勺子水，他们炒菜一般都是搁醋、搁水，再搁点盐、味儿精，再搁香菜，搁香菜都要出锅了。一盘土豆丝多少钱呀？10块。十块钱。对。啊。你加的土豆丝有点少啊，刚才让你多加点，多加点。对，你，好的。好嘞。刚才两个，碗的都走了，送你了。